好，今天呢，再各位呢，右手边所出现的这一群海兽，哪里呢？我们哪里呢？就是欧洲绵羊类当中体型最小的哦。它们呢，只有公的羊会长角，母羊是不会长角的哦。下它出去。哇，小羊。我们南美羊呢，他们啊，也是非常特别的南美羊类，他们光靠吃草或喝水就可以度过他们的旱季喽。全部定住了，丢一下就全部停在这里，都不动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那么往前看到呢。羊类型当中体型最大的非洲大羚羊，也是我们非洲草原上面的羊中之王哦。